part of me. Shit.处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整这个节目？怎么的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不纯纯诱惑我吗？老公，男人呐，还得烫烫。能吗？你忙吧啊，我先走了。这他妈怎么还反群了呢？老板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有，你去把那仓库收拾一下，我家阿姨下班了。收拾个仓库，给我整的乱七八糟。Later， 现在好看吗？睡衣啊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晚上我得出去一趟。干嘛的？那个我出去吃个饭，喝点儿。跟谁喝点？都男的，放心吧。嗯。干啥呀？我给你把卡片弄丢。哎呀，我丢不了啊。那。等会儿。啥意思？求用。这干啥呀？回来啊，淡一点碰到一点就别回家了。不是你这干啥呀？你瞅你走我一走。哎呀，不是我朋友看着多尴尬呀。尴尬啥呀？好尴尬，约着我喝酒。怎么的？小哥哥找我喝酒，问他在哪。小哥哥，你放下来，我不去了。还小哥哥，我看哪有小哥哥呢？啊，你别动。啊嗯小怪子，采耳的是不？啊，掏个耳环啥的。